闯入大众的视野之后呢，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不断的惊喜，不仅是演而优则唱，更是连续凭借着《神雕侠侣》连续两年夺得了华鼎奖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，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古装剧女神了。好，欢迎陈妍希啊，今天也是特别仙啊。今天的一袭粉色的裙子特别的俏皮可爱哦，对，特别符合她的气质，特别甜美。欢迎你，请先到内场休息。看神仙姐姐不怕冷，对不对？现场的粉丝都很有热情啊。好，再次感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这边请。好，接下来也是一位甜美的女神啊，著名的歌手演员钟